所以为这个我们需要这些是弟兄的基调。我当然有一些是出信的，我们需要这些信息，希望能够领受。但我讲你不要老练，你就需要你接受一点托付。今天不是来讲信息给你听，听完之后哈利路亚啊，就是对你没有任何的反应，就是白讲。那我是觉得今天实在是需要看见教要兴起祷告的知识，要兴起什么征战的灵。因为我们处这个时代，就是来讲，实在是一个弯曲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旦俩掌权的时代。你看，这整个时代是一个反灵的时代。你会发现到没有任何的真理，为什么？因为教会在这里祷告还是非常前进，所以我们需要来兴起这个祷告的负担。那所以我今天也交通到第三点啊，召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召会要负责将神的国带到地上。好，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叫做工作，一个叫做负责。那个工作跟负责什么不一样？像他这个人，就他是老师，是什么？他的工作是教书，教书是他的工作，但是他有一个什么职责？只要他只是教书，他没有职责。他的职责是你要把学生教好，是他的职责。有时候我们的服事也是一个工作，不能成为我们的职责。职责就是有一个托付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不光是把神的国带进来，因为呢，这神的国带进来也就两面，一个是神国的实际，一个是神国的实现。教会在地上要带进两个东西，一个是神国的实际，就是现今。在今天这里我们所讲的召会不就是什么现今的国度，要把这个实境带进来，但是要另外有一个托付很重要，要把教会的国度的什么实现带进来，要带进什么神的千年国度，这也是什么，这就是两个关键的点。那所以今天第一个两教会两就是第一个讲说教会的工作就是把神的国带进来，有没有带进来了？有，再有，感谢，因为神的国已经明到了，已经在我们的中间了，所以呢，神国已经到，但是神国的实际多不多呢？我们不敢讲，但是把神的国已经带进来，但是感谢这里还要教会还要什么负责把神的国带到地上，这个带到地上，就像我们已过说过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呢行在天上。今天神的国已经来临，但神的旨意有没有行在哪？地上没有。很多的地方，神的旨意是受搅扰，也是受限制。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位有一个托付，就是要把神的旨意面带到地上。这个就是这召会面负责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因为这样能领会啊，所以他这里讲到第一点是讲到召会的产生乃是什么带进国度，好，带进了我们这国度里面产生召会，召会什么带进国度，